開心今日可以喺度見到大家，亦都好榮幸，亦都好緊張，因為我覺得今次嘅文化交流非常之有意義。咁所以今次好多謝 Mose 嘅樂團，然之後嚟同大家一齊表演，亦都好開心今日自己可以參與其中。接住落嚟咧，會帶俾大家嘅一首歌叫做《飛飛》。咁但係唱飛飛之前咧，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對一啲經典嘅劇集同埋歌曲都唔陌生。咁所以唔知道飛飛大家都會唔會咁中意咧？而家喺度送俾大家《飛飛》。